兄弟气冲冲来到我家，最后竟然把妹妹留下照顾我。不是，你要非得这样，那我今天给你准备点吃的。你啥意思啊？不是，就你看见这个意思呗。你意思是我差点意思呗？对啊，你是差点意思。不是，你说这话啥意思啊？不是，吃了还不明显吗？就你这个样子，差点意思。你要有意思，我能给你准备这些，让你意思意思。你闭嘴吧，我嘎嘎有意思。那我们现在就去意思意思。那个我今天没那个意思。我有这意思。不是，我没有，我现在要出趟门，你不许跟着我，听见没有？你别走啊。不是图图，你看上我啥了？我改还不行吗？咱俩真不合适。又不是骨髓配型，要那么合适干啥呀？不是，你看啊，我比你大十几岁呢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合适啊，你现在养我小，将来养你老。不是，咱俩三观都不一样呢。三观一样的适合做哥们，五官好看的人才能做老哥。我和你说不清楚了啊，我一会儿给你哥打电话，你赶紧跟你哥回家，听见没有？哎，你别拽我了。喂，老吴，你干啥呢？赶紧给你妹领回去，我受不了了，这一天。哎呀，副长，这样的啊，就我家这两天呢，就是在那个动迁呢，实在是不方便。这样呗，你让我妹在你家住几天？不是，你家动迁了？啊，对啊。不是，赔了多少钱呢？喂喂喂。这他妈手机咋还没电了呢？我，哎呦我天哪，我真服了。那个图图，你哥说你家动迁了？是啊。不是，那你不成了拆二代了？准确的来说是拆三代。我也不知道为啥，我家买哪的房子哪就拆迁，搞得我从小就搬来搬去的。我去，不行，我得给你哥打点。哎呀，这手机关键时刻还没电了。夫子哥，我真的喜欢你、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当你的手机。啥意思啊？你说能。能。那你愿意每天抱着我看着我，然后每天给我充两次电吗？